几百遍啦，去拿！什么？原本要拿的，我只忘记而已。没时间啦！上去下来也需要多少时间？我已经跟你讲没时间了，车要来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吵架？我就是要去拿吗？你要早一点拿吗？哦。 你知道我从早上就在这里等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妈，你可以不要吵嘛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你觉得我不知道？妈，什么事？呀，不要忘记拿我的包包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忘记。 真的吗？我的包包拿在我身上了嘞，很重要的嘞。这个对你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在楼下等你啊 ，OK？ 好的，好的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拜拜。 什么事？你知道，阿妈跟我们出去的时候，为什么带着包包？ 你忘记拿，哎，车嘞？哎，我们快点吧，来来。